号，请出我要听哦。编号姓名。第六条我要听哦。编号姓名就好了啦。我要比你手往里送。OK。好，谢谢。会让宽裕也准点。可以。开始。自己家在转。我是网络 YouTube 记者 ，YouTube 占领台。占领台。你有记者证吗？没有记者证吗？网络，我们网络新闻没有记者证，所以你就跟我一样，就是所有制服都一样，对不对？对，就是自己觉得自己是记者就可以了。那你觉得你是谁？我现在制服穿着，我跟你不一样。你这是制服吗？今天你看一下，你这是制服吗？我制服放在里面。对啊对啊。你这样子违法。最好也冇。他可以。丢丢。来，你拿出来好了。你拿我看一下。我没有违法。证件给我要。哎，你要给我看一下。这是我服务证。我们只要出示服务证或者是都是一样的。便服出示。至少要出示证件。出示了吧。要不要再看清楚一点？好啊。给你看，好不好？你证件给我。不必，我只要看查我的就好。那你刚刚说我是违法的，你要不要收回这句话？不要。你还是认为我是违法？对，这样对我不好，这样妨害我的名誉，我明明就依法执行公务，对不对？你去查一下那个职权行使法好不好？职权行使法，我现在就可以查给你啊！你要不要我用手机上网查给你？小电脑，你跟网络记者，网络记者，哦，晋江吗？不晓得，这对哦，那几个有，看像不一样的啊。对，这个是记者证的吗？我封印几个吗？我记者证吗？没有，网络记者，网络记者，你上网查 YouTube 占领台。我们发英文稿的，那你要请他们发请你们家的进去，让你们到进去啊？啊？你没办法进去啊？我们今天我们管制区啦，管制有贴，一定有贴，好不好？我可以保证一定有贴。好，你说了，你们贴那个地方跟这地方没有关系啊？这个区域整个区域都是有保障的，好不好？啊？他可以至少看一下吗？你班长，你要不要等一下？你三分钟应该可以吧？看差不多就可以到那边表达区，好不好？好不好？希望我们在这边不会妨碍你们的公务。特种机务条例有规定，我们依法行政，这叫公道嘛？依法行政就告诉他，我们不是抗议者，我们只是采访，网络采访，请看 YouTube 占领台。你要你拿记者证做，里面可以进去。请看，请查一下网络优待没有？没有，那就没抱歉哈，那你就有话设立意见表达区。这跟你抱不抱歉没有关系啊。我们依法执行嘛，好不好？等下我们依法执行呐。告诉你法律。那我现在就跟你讲，我们就是管制区，请问管制区在那边？在这里啊，区域可以告诉他。那要看公文，给我看公文就好。公告拿给你看，那你就去配。好好好，公好。公告拿出来。那个，那请他拿公告过来，公告给他看。给你看就好了。1:27 p.m. We are here right in front of the KMT building.The whole area is now occupied by district police, CID, undercover. Nobody come in or out. But there is no any public announcement, poster.To say this is a restricted area, still they prohibit anyone to come near this building. Are occupied Taiwan to be continued. 谢谢。没有公告，为何管制？打了。没有公告，为何管制？随便管制，国家戒严。随便管制，国家戒严。